张正奇老师，1958年生于山东济南，是太极拳宗师杨正基先生的弟子，是杨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，现在任教于山东省老年大学、济南市老年大学、山东省老干部局、济南军区军修所等地教授太极拳。他现在是山东省阳澄浦市太极拳协会的执行会长兼秘书长，也是永年太极拳太极国术馆的高级教练。看过张老师打拳的人都说，张老师打拳的架势及气势非常具有阳澄浦宗师的风范。今年7月，我们东海太极拳社还特地组了团去山东，向张老师请益，学习这一套阳澄浦式的太极拳。我们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热心教导、倾囊销售，让大家都受益匪浅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张老师。
哇，大师的风范果然就是不同，佩服佩服。